我也没事，就打小牌。还好要得，都要那些人不打牌的好的。早知道王叔都不打牌了，早就丢完了，早就去打了。那也没时间来搞牌，嗯。 是吗？谁是？天哇，好漂亮的花花！快点！我想问一下，是吧？嗯。弄过吧？不行，我让我把妈给我介绍了。头发？梳头发？啊，你咋不剪头发？你还剪的弄完了？那那不要捆捆住？小妹，你也捆住？老妈呢？老妈？没有，老爸在捆捆住。嗯。